冰皮月饼。苏式糕点。在中国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月饼。反叛月饼的传统制作方式，香港首创了冰皮月饼。爱华找遍每个街角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美食清单，为筹备社区聚会的中秋素宴，冰皮月饼是爱华为中秋素宴预备的点睛之笔。爱华的工作夜以继日，几样关键食材还需要他处理。美食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柔的武器，它所向披靡，没人不会折服。近代以来，粤港成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，西点工艺也随之与岭南早茶文化交融于共。广式月饼以皮薄松软、馅心多变为特色，尤其以姜皮面团自成一派。在广式月饼独步江湖百年来，各路豪杰尽显神通。84岁的谢真元，13岁便随父在香港创建了自己的品牌，看尽粤港风云，至今宝刀不老。谢真元可以说是饼龄中的八卦拳，屈发于广州传统工艺，不仅选料讲究，制作也一丝不苟。谢真元，双拳能化莲蓉，单掌又巧如花，一按一扣，饼形饱满，花纹清晰。几十年来，谢真元以不变应万变，他出品的月饼闻名海内外。每到中秋，人们便会启动味蕾记忆，香港名流也会寻踪而来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64组的陆赛龙在30年前把江南饼艺带到香港，不同门派融会贯通，汇入洪流。陆赛龙做的月饼似乎就是饼中咏春。虽说月饼只靠酥皮、馅料、烘焙三板斧，可有日本的糖、加拿大的植物油、美国的面粉、伊朗的杏桃、舟山的青梅，每一款饼都可谓一饼一世界。每到中秋，必须预定才能吃得到。59岁的陈泰林最拿手的是制作冬蓉月饼和五仁金腿月饼。除了独家研制的调味馅料，核桃、杏仁、芝麻、金华火腿更要精挑细选，看似霸道，实则用心满满。绝不玩花门的陈泰林，如同一套少林长拳，既能服获街坊们的芳心，也能在深圳攻城拔寨。正所谓脱枪维权，始终战无不胜。有师傅知分寸，
有对手，至高低。谢真元只有一个独子，不管儿子走到哪里求学，他就把饼店搬到哪里，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。儿子也得到了谢真元的真传，已可独当一面。鲁塞龙功成名就，但儿女从事金融业，远离月饼江湖，几十年的手艺传给了一位勤劳本分的新港人。退休后，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劳斯莱斯老爷车，圆了40年前的梦想。陈泰林凭着三代传承，20年前自立门户，创建了自己的品牌，成为深圳这座年轻城市里的老字号。儿子工人都是他的徒弟。在时代巨轮的催赶下，老招牌都纷纷卸下，人们留恋一口纯正地道的广式月饼的同时，也是对人和故事的敬仰。在广式月饼的武林，各大门派不下千余家，但一块饼对于谢真元来说，饼就是他的世界，而对陆赛龙来说，饼就是自己的生活，而陈泰林的饼就是一口气，凭一口气点燃广式月饼的一盏灯。这尊萌萌的彩色泥塑就是老北京著名的兔爷，可爱诙谐的兔子神仙形象源于嫦娥怀中的玉兔，是古人对月亮崇拜的体现。每逢中秋，兔爷高坐香案，享受人们礼敬的同时，还会隔空享用一种独特的中秋美食——自来红。自来红，一种古老的京式月饼。这可是其他任何月饼都没有的殊荣。在老北京人的记忆里，爱吃素净食物的喜欢自来红，喜好荤腥的选择自来白，甚至一家人中都会分成不同的口味群体，这也为节日里带来很多欢笑。很多上了岁数的北京人还对这种月饼记忆犹新。所以小时候有什么自来红啊、自来白啊，还有什么提浆月饼的，一般像月饼节一般都买那些。因为现在我比较拒绝这种偏甜的嘛。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使得很多传统糕点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，少糖少油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标签。像自来红这样几乎充满了糖分和油脂的月饼，受到了些许的冷。为了让传统饮食能够在当下重新焕发生命力，一些有心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，开始尝试改造。这次这个馅儿火候上来一定要掌握好。我把三样组合在一起呢，它是按照菌、陈、佐使来使用的。菌、陈、佐使是中药搭配的基本原则，这也是三乙搭配月饼馅料的方法。三乙，食养文化研究者，多年来尝试将古人传统的食养与现代人的生活结合，希望传统文化和技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当下。完全是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，今年的气候呢，到这个中秋呢，它就基本上处于一个寒湿的一个状态了，所以要吃一些能够补肾阴来养肾。玄米呢，起了一个佐使的作用。它是糙米发芽，就等于是糙米的升级版。咱们现在吃的都是精米，实际上两个只差一层皮。这层皮里面含有一种物质，可以预防咱们的这个疾病。这个物质就是黑色素 B。玄米使用前，要用湿布覆盖2天，推起发芽。一切炮制妥当后，将海参、牛髓、玄米、
这三种原料混合搅拌均匀，充分融合。很快，一颗颗犹如单丸的月饼馅儿就准备好了。自来红的名字非常独特，它来自于古人掌握的一种神奇变化。古人用麦芽糖、蜂蜜和食用碱制成汁液，蘸着给月饼盖章，高温烘焙并取出降温后，这圈印章会由浅色变成深红，成了区别其他月饼的明显标志，自来红因此得名。南京白鹭洲公园园内有一座玩月桥，顾名思义，每逢中秋之夜，南京城内的书生士子纷纷聚集桥头赏月赋诗，声交弹唱，舞景风流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作者用一首诗词描绘了曾经南京城内中秋节时的盛景：诗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覆玉栏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时光荏苒，今天的南京人有了更多享受节日的方式，玩月桥再也不复当年的热闹，但中秋赏月吃月饼的习俗沿袭至今，一直未改。稀缺。但五人二字另有玄机。中国古代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种道德标准，简称五人。五人月饼正好与之谐音，赏月兼得自省，美食蕴含美德，好的月饼就得有顶级的果仁，东北的松子儿、芝麻，云南的核桃，山东的瓜子，小小一块月饼内蕴五湖四海。苏式月饼饼皮的制作非常特别，需要分开制作两种面，水油面皮和甘油酥心，并由水油面皮包裹甘油酥心，层层折叠，反复按压，一直到面皮光滑均匀。如此组合的面皮口感层次分明，苏东坡形容这样的酥皮：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怡。调制好的馅料被捏成一粒粒丸子，在盘子里摆放整齐，面团捏好后搓成长条备用，待用时取一团擀开，加入果仁馅料，慢慢收口。月饼包好以后，将收口朝下放入烤盘，轻轻按扁，最后用蘸上红曲米的印章
轻轻盖上属于苏式月饼特有的印记，放入烤箱。过不了多久，一盘甜而不腻、口感酥松的苏式五仁月饼便可新鲜出炉。在中国，月饼既是食物，又早已超越食物本身。它寄托了人们对天地的敬畏，对祖先的追忆，对美德的向往。当这样的月饼放入礼盒中，带着各种温暖的情感走进千家万户，一切美好犹如涟漪般传递扩散。苏式糕点，中国汉族糕点的重要流派，与古典园林一样，是苏州的标志。长江以南，人们更喜爱米制糕点，工艺精密，品种浩繁，需要精美绝伦的手工和严密的传授体系。老米酒，米酒，米酒，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。糯米加水研磨，经过处理的糯米粉质地更加均匀细腻。水磨糯米粉与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，创造多变的口感，这是制作苏式糕点的基本功。糕点厨师是运用各种兵器的行家，应季而变的馅料取天然色香，夏秋薄荷，冬春玫瑰。中国的厨房处理米面点心的工种称为白案，精巧的手工是行走白案江湖的根本。收拾卸房间，乡村的盛宴就要开场了。新米节的主食准备好了，潘银少和黄兰荣开始制作主菜腌鱼。贵州从江终年潮湿，为了避免腐败菌大量滋生，大部分的鱼都要腌制保存。当地人相信辛辣可以帮助他们排出体内的潮湿。木姜子独特的味道和山奈发酵出来的酸，成就了从江壮族独一无二的酸汤鱼。体现群体协作和分享的长街宴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正在受到世界的关注。在浙江湖州，王禄良的农场遍地金黄。以自然的调节能力，使土壤形成正常的生物循环，地力得以恢复。王禄良家的水稻整个生长期超过180天。作为江南出产的大米，这个时间甚至远超以生长周期长而闻名的东北大米。今年是难得的丰收之年，王禄良的农庄收获了10万斤米。但由于坚持用纯自然方式种植，王禄良家水稻的亩产只有400多斤。前些年一直都卖得不好，内心肯定崩溃的。这么辛苦，这么努力种出来的干净东西都卖不掉。那时候有很多农产品都是悄悄地送掉的，而且不能就近送，尽量不让大家知道。那么拿一下呀。谢谢你们的素啊，然后谢谢我的米了。我们等了很久就是为了这个米来的。素啊是精神食粮，大米啊是物质食粮，希望种的不光是米。真的，这种深夜痛哭啊什么都有过，但心里的这个信念应该是从未动摇过，从未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对于王禄良的24节气农庄来说，这个秋天收获了知识与信念，
也收获了瓜菜满园。王禄良准备的这场秋日家宴，大多采用清炒做法，食材的纯粹原味是最让王禄良自信的财富。入秋天凉后，最好吃的就是在土壤中积蓄半年营养的根茎类蔬菜。下半年的白萝卜饱满紧致，富含水分，脆口甜香。王禄良苦心搜集的老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色彩清奇，本味醇厚。心血凝结成的冰谷糙米、鸭血糯米、红穗胚芽米、云谷白米、红云米和玉微米，颗粒饱满，汇成一道香甜的五彩饭。妈妈给我找过这块豆腐干，好嘞。一宝，好好吃饭，不能剩饭，知道吗？一年到头。吃别人钱不余。时光的脚步从不因一轮收获而停止。每年秋收后，王禄良都要精选出这一年长势最好的植株，把优良的种子保存起来。一粒粒丰盈的种子之中被赋予了希望。待到来年，这些种子要去延续下一轮生命，实现又一个圆满。种水稻啊，跟我们养育孩子啊，很多方面都差不多。水稻嘛，一年一年这样留种，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我父亲，我还有我的孩子，我们在农场劳作，也就像这样子一代代传承下去。